大家好呀，我是花猪，本期带来的是官方允许内的前瞻直播内容展望，希望对大家的游戏规划有帮助。首先 3.4 版本在1月18号上线，上午6点开始更新，到中午11点左右更新完毕。卡池新角色五星海哥四星瑶瑶，同时还有海哥的五星装武单手剑。复刻角色大概率是胡桃、申鹤、叶兰，因为 3.4 版本是海灯节，李月角色概率最大，当然米哈游是自由的，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想复刻的角色打在弹幕上面。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想要的角色，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装武，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，感谢您的支持。 3.3 送了四星武器，那么 3.4 应该会送四星角色，而按照往年的惯例应该是自选四星，去年可以选云锦，今年估计可以选瑶瑶，大家会选谁呢？另外去年海灯节有一个送十抽纠缠的活动，相信今年也会有，大家不要错过了哦。接着是 3.4 前瞻直播将在1月6号晚上8点开启，届时会送出300原石兑换码，没时间观看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老粉都是知道的，我会第一时间把兑换码发在动态，让所有关注的朋友都能领取，同时还会把一小时的直播内容精简成几分钟的视频，方便大家了解新版本内容，只希望每位关注我的朋友都能拿到所有原石，兑换码在7号中午12点过期，大家一定要来我动态领取哦。同时去年出了克勤和凝光的新时装，那么今年肯定也会有新时装，其中一件是免费送的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。还有虚拟这个位置的新地图估计会在 3.4 版本开启，毕竟好久没有新地图了，应该要开放新的了。有新地图自然会有新怪物新任务，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沙漠树。总结一下，这次 3.4 版本会送很多东西，大家不要错过哦。另外请放心，有什么其他福利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，关注花猪保证不错过哦。最后祝所有关注的朋友都能抽到想要的角色和武器，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石资讯攻略教学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，每天看看以免错过哦。